不论是洗衣粉、浴室清洁剂，或是居家里里外外的环境清洁剂，还有所有的扫除用具，通通都打上了比平常还要低的价格。虽然还有一个月才进入农历春节，但卖场业者提早寄出了扫除用具的优惠。因为现在国人的习惯有比较更改，不像以前可能到农历过年前的一周开始做扫除，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忙碌，所以我们公司也因应这个东西，所以提前了一个月开始做扫除周。那目前我们到20号之前也有做500送50的一个活动。那目前这个东西当然越接近会有不同的一些清洁用品会陆陆续续的上，那这个档期越来越丰富。那目前看到的一些是一些基本的扫除工具，那后面我们还会再增加更多的打扫用具啊，打扫清洁用品会再增加上。卖场人员不断的在补齐商品，早在春节前一个月推出不同档期的优惠专案，业者看准大扫除的商机，让民众购买商品满额就有送同等现金价值的点数，也让大家提前感受到浓浓的年节气氛。东台新闻郑慧茹、林婉珍，台东市报道。